白话佛法第十册第十天讲，根基不一样，你的缘起缘灭就无自性啊，请师父开示一下。根基不一样，缘起缘灭也不一样。嗯，根基不一样，根基好的善缘来了，对不对啊？灭掉了就灭得晚。嗯，你根基不好的缘来了，那么灭得也快。比方说这个人根基不好，但是缘分来了，有一个善缘，对不对啊？很快的就崩掉了。如果你本身根基好，你这个人很善良，来了一个善缘了，你可能可以跟他一辈子，你这善缘就保持下去了吗？明白了吗？这个缘起缘灭本身也有长短的，虽然缘起的就会一定有缘灭，但是你不能在这个缘起和缘灭过程当中可以长可以短的吗？看看你们呢，讲了你们又心疼你们，你们这些孩子真的离师父太远了，所以师父真的也是就像骂自己的孩子一样，骂完了又心疼，真的，你们要是天天能在师父身边多听听，你们多幸运呢。所以把师父的录音一定要好好的听。